什么都没说，这是注定的，在劫难逃的一场别过。蜡烛渐渐熄灭了，窗外夜色变沉默，孤独在此刻停止了诉说。难过是我，你像一阵风吹过，我像一片云散落。其实我们之间爱的没有错，你像一阵风吹过，我像一片云散落。或许命中注定你不属于我。我谭子，你脑子有病吧你？对啊，他吐口痰跟你有关系吗？你在我心上来来往往这几年，我让你把痰擦了。原来所有都还是陌生。别说爱我，我会舍不得。别流泪了，我会心碎的。也许宽容都是错，才能爱你到结果。请原谅我，真的原谅我，祝你幸福的时候我努力微笑，不要回头看我，不要回头。你说咱们家姑娘这心肠就是软，这幸亏当年的事他不知道，这要让他知道了，还不得内疚一辈子呀！少点声音，听我，这关你听，什么事呀？哎，没事儿，都是你小时候啊那些淘气的事儿。哎呀，你们说，我今天是睡你们中间呢，还是睡你们中间呢？还是睡你们中间呢？就睡中间。我这个一万瓦的电灯泡，你还是救了你爹呢。说什么呢？啊，没事儿。嗯，你肯定捣鼓我什么了？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。说他说什么了？说什么了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哪里有压迫，我跟你说哪里就有反感。放心吧，我已经顺利住到石南家了。放心吧。你是不是也觉得他有问题啊？我总觉得他有什么事瞒着石南。记得提醒丫头。哎，回来这么早啊？哦，有点不舒服。怎么了？你这是？没事儿，就是想去躺一会儿。你吃点东西再躺吧。不吃了，你自己吃吧。对不起啊，我习惯性的回了自己的房间。让你坐这儿等了这么久，没事，我特意等你的。伯父伯母都已经睡了，我帮你把饭菜再热一下。嗯，走。来，都热好了，赶紧吃吧。
我想先去上个洗手间。我不想吃了，我想出去走一走。外边风这么大，我陪你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。风那么大，回去吧。你回去吧，我想坐一会儿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我似乎可以理解你了。什么？爱一个人，原来是这么辛苦的一件事情。你是说张英雪吗？其实这些天我也想了很多，我觉得我是时候该放下了。会这么容易放下吗？我的这次放下，是因为你。你可别跟我开玩笑了。你看我都这么山穷水尽了，还有什么资格开玩笑啊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原来有一个很好的女孩一直陪着我，我却从来都没有看过。舒楠，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对不起，我已经不是原来的舒楠了。我想跟你谈谈。不想跟你谈。他说他不想跟你谈。你是谁啊？管得着吗？我再说一遍，他不想跟你谈。放开他的手。凭什么？我说放开。我说放开。王杰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一会儿就回去。我不睡，等你。他是谁啊？怎么会在这里？跟你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了，马上让他搬走。你来这儿不会就为了跟我说这个吧？我来找你，怎么可能就为了这点事情呢？想你了。看，我就知道吧，你会有这个反应。我说你有病吧？是，有那么一点点。我告诉你，石楠，你跟方佐两个人加起来，一加一就是两只缩头乌龟。明明对方都爱着对方，为什么还要躲着呢？我再告诉你，石楠，如果这一次你再不去找他，你会后悔一辈子的。缩头乌龟，
身旁，摇曳着昨夜的光，这一切都不再是幻想。楠楠，宠爱阳光灿烂。哦，爸爸知道你委屈啊。不过呢，你是我时光里边是最勇敢的石楠。亲爱的，三年又过去了。哎，不哭了。哎，去找他吧。这都一年了，你没有一天真正关心过。我觉得你们应该见一面，这是一个了断，你才能重新开始啊。亲爱的，想着你的拿着。天空晴朗，时间很漫长，我躲在四季里。伯父，石楠这是去哪儿啊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不知道你找他究竟是什么目的，但是我今天明确的告诉你，谁要想欺负我的女儿，我绝不答应。金姐，石楠可能去找方佐了。什么？你居然让他跑了？你这个废物！对不起，金姐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必须给我抓住他，别让他毁了我的婚礼，听到没？跑了多久了？刚刚。阿姨，给我叫辆车。我们这个四摄的摄像头的卖点在哪里？方总，我们这款手机是5.5寸高清大屏项目，有4个摄像头，前后双摄，支持 3D 拍照技术和实时虚化，可以给用户带来比较好的极致的用户体验。另外呢，续航能力这一块呢，我们做的也很不错，可以给用户带来更好的体验，这是我们这款手机的主要特点。在这干嘛？因为肚子疼，所以我第一时间过来找你。你肚子疼不去医院，来这儿干嘛？我害怕，我想让你陪我。去医院吧。没事，不会有事。是。老公，我们的宝宝不会有事吧？哎，我肚子好痛，快点送你去医院好不好？石楠，石楠，不是说好一起吃晚饭的吗？
还好，没什么事儿。看着他，不要让他多走。好的。我手机落在公司了，去取一下。哎，方总，你能不要走吗？你可以陪陪我吗？我害怕。手机可以让司机去取啊。早点休息。哎，方总。这个贱女人不会还在吧？喂，保安吗？我是季小姐，帮我看一下门口有没有一个小女孩。没有是吧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宝宝不会有事吧？你能不能吃完饭再看报纸啊？啊，哎呀，看现在报纸上这些事儿的。谁呀？这么敲门？哎，来了来了，哪有这么敲门的？吓人一跳！你找谁呀？哎哎。哎。你真够幸福美满的，王姐。你怎么来了？张英雪，张英雪，我你听我解释，我解释什么呀？你借那么多高利贷，就是为了他吧？他在说什么？不是你听我解释，老婆，不是你想的这样。石楠。你够狠的呀！过去追他不成，现在给人当小三了是吗？哎哎哎，你这孩子说话注意一点啊！谁当小三了？我说他当小三怎么了？你怎么说话呢？话你要再这么说话的话，你小心我对你不客气了啊！先不吵，让他把话说完。这个男人用我的名义借了100万高利贷。后来就不见了。有人跟我说他跟旧情人在这破岛上约会。刚开始我是不信的，真没想到，这他妈是真的呀！石楠，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，他为什么会在这儿？王杰，你居然骗我！石楠，石楠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可以给你解释，我没有要骗你，我真的爱你，我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跟他离婚，我跟你在一起。叔叔阿姨，不，你们要相信我，我是真的爱石楠。我你还配说爱这个字儿？你这个人渣！还有你，我告诉你，在这个地方，谁敢动我女儿一根毫毛，我就跟他拼命！我当初选择的人，要是你，该有多好啊！贤哥，姐弄点钱花花。这是最后的100万，你给我记住了。宋老师，你别跳了，
你瘦了。你真的想好要和金淑英结婚吗？我到底是跟你抢呢，还是不抢？到底是去爱，还是不爱？我让你把摊子擦了。到。这要让他知道了，还不得内疚一辈子呀？我想出去走一走。外边风这么大，我陪你去吧。我想跟你谈谈。不想跟你谈。你跟方佐两个人加起来，一加一就是两只缩头乌龟。我觉得你们应该见一面，这是一个了断。原来剧本有要求，故事到最后没事，不会有事。我们的宝宝不会有事吧？你找谁啊？现在给人当小三了是吗？哎，谁敢动我女儿一根毫毛，我就跟他拼命！我想尿尿。这有什么用啊？像这种老师就该主动辞职。同学们再见。你知道吗？我又闯祸了。你们每个地方都找了吗？您放心，肯定能找着。如果你能出现的话，我就赖上你一辈子。总会有缺憾。